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一至第十二节，这世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好了，我们在连续这几日里面去讲到关于我们在足够资源底下我们可以有的变通，当然里面有很多的智慧呢，在未来日子当中的主的信息和灾在会陆续发布啦。但现在因为我想是一个在现在你听这个信息的时候都已经是五月十几号了，是不是就来五月二十号了，所以变成我尽量快的情况底下将一些很重要的资料呢一个籠統的去跟大家分享，但跟住落去的時間，我相信很多都會依賴了是我即時發布的資料跟大家去分享那個時間，我提議在這個時間做些什麼，哪些區域會安全，還有將會有的災難，但仍然就是說相信你們可以收到這些發布，但是問題你收不到的話，起碼都重聽現在我所說的這些災災是幫助到你的。事實上你會聽到我們的災災很多時候是用 iTunes 的嘛，咁 iTunes 其實係可以將佢 download 咗落嚟嘅，所以如果你用 iPad 嘅話，你 download 咗呢啲 iTunes 呢啲嘅災災咧，你就可以遲啲聽翻，而唔係話我上唔到網，咁我聽唔翻之前嗰啲，係咪？咁但係當然咧，有好多弟兄姊妹就好似我仔咁，早晚都會聽災災一次嘅，咁嚇你。咁如果你聽一兩次嘅話，好多時你會更加記得嘅，係咪？啊，即係一次以上，或者甚至做埋筆記咁樣。咁好啦，喺而家我哋今次想同大家藉著呢個時間咧。如我所說的就好像一個野外的遊戲一樣，跟大家去討論另一個題目，就是真正在災殃當中呢，在災區了，正我說的就是我們一路能夠避開到災區，或者甚至次次在災區的邊緣，導致到我們可以助己助人，起碼不會成為一個負累，甚至我們成為中國很多的政要的這些的答案，是不是我們能夠提供很多這些的智慧給他們。好了，但是問題好不幸，有些人佢真的在災區。事實上呢、這、一個聽我呢套信息的人，一定有很多都會是咁噶啦。如果全球嗰陣事件發生的話，一定是很多外邊教會的人咧在災區聽我呢篇嘅信息，或者聽了呢篇信息之後，發覺轉個身你在災區裏邊嚇。咁點咧 ？OK， 咁我其實喺主日曾經講過一篇咧，就話當我哋在災難當中的時候，我哋即刻要點樣嘅嚇。咁喺呢度，我想俾一個嘅更加叫做對於一些完全沒有預備過的人來說，一些更加的重點的提議，因為對於我們教會來說，我始終現在災在講的都不及得我們過去三年裡面提供的 VO 啊，教你用的物件啊，教你用的東西啊，教你無論是對於輻射啊，對於輻射的食物啊，輻射的環境啊，對於身邊的這些野外的時候求生的時候用火箭爐啊，用的各樣的這些的技術啦，用太陽能啊，用熱的方法啦去發電啦，即係我唔能夠代替曬嗰啲 VO 所能夠講到嘅內容，我只能夠喺呢度提議俾你知道一啲嘅基本嘅嘢，因為可能你淨係得就係聽到呢個災災啫，可能你根本係因為唔理因為乜嘢理由啦，或者你唔知點解撞彩聽到呢一度，而聽完之後你真係發覺你自己落喺咁嘅光景嗱，咁呢個能夠俾你嘅咩提議呢？就是你就算當全球安全事件你覺得它不一定發生，但我都希望提議你做一件事，因為在災區的時候你最大的幫助就是你有些什麼在你的背囊上，如果你是拿著枕頭好像那些走火警拿著枕頭砰砰砰砰走到樓下這樣自己身上性命財品什麼都在樓上，連仔女都在樓上，自己只拿著枕頭走樓下，那是悲劇了。但是同樣我心你知道，當你走難的時候你又是攬著枕頭或者抽著你的工時貼走出去，那其實真的是個悲劇，因為如果是災區的話，全球安全事件是不同三一一的，那個災區是大到很重要，是端日計的人才離開到個災區，或者那個人不理是因為什麼緣故導致他不死得啦，可能他剛剛攬著水泡，或者剛剛在一個地方，或者剛剛在一個環境是使他隔離了這些的衝擊，而導致他是生還了，或者他只是暈了，他衝走了，他醒了之後自己是災區。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想讓你知道最重要的就是你背囊有什麼。但是我現在剛剛衝在這裡，我沒有背囊，當然有些人他本身面對災的時候自己在家裡有個背囊，感謝主，是不是？
但如果冇嘅话，你一定要一路行一路要预备你个背囊咯，吓冇办法噶啦，你揾一啲嘢去代到，开头可能揾胶袋，后屘可能揾环保袋，后屘可能揾到个夹，再后可能揾到个手抽，跟住揾到个背囊咁，你逐样逐样替换而导致你系可以里面挤你一啲好重要嘅嘢，因为走难我哋唔能够搬好重嘅嘢走嘅，其实一般人。基本上一般的男士，如果你走難的時候，30磅是極限來的，不是等於你搬不到它行到10步，但問題是走難不是為了行10步路，是說你每天最少要行10至20英里，我說的是非常之艱難的環境底下，沒有橋沒有路，每一條橋都斷，每一條路都斷，你一定要行爛泥路底下這樣，所以變成你的背囊30磅是極限來的，裡面已經包括你所要有的東西。好啦，咁所以变咗我唔理啦。当然我唔知道你沿途执又好，或者系点样啦。我假设你而家系听我呢边信息嘅时候，可以作出预备嘅，咁你就作出咁嘅预备。如果唔得嘅话，你到时沿途就执我而家所讲嘅嘢。你所需要嘅系一个咧，能够咧将啲力能够射到喺腰嘅一个背囊，因为一个靓嘅背囊，不嬲可以做到呢样嘢嘅。通常呢个背囊都会有条腰带可以箍住喺条腰度嘅。呢种系使到你能够你个体能咧。是盡量減至最輕的情況底下可以搬到最重的東西的，但都是一樣不要超過30磅、啊、你的背囊裡面起碼能夠有給你喝到3天的水，假設一日1公升，所以那裡已經是3公升了，然後跟著呢另一樣東西其實比這3公升水更加重要的，就是一個我們稱為生命吸管，就是說呢那些能夠將污糟水你用個吸管過濾到變到可以飲用水的管，當然它不能夠用到很多，但它能夠用到幾天就已經隨時可以生與死了。所以除了預備水之外，第二就預備一個這樣的吸管。這吸管通常你會看到落後的非洲的地方，沒有乾淨水源的地方，很多他們都會在這些 recycle 的水或者甚至在河流用這些吸管去吸，而導致他們能夠可以 有乾淨的水源去喝。因為你就算沒有食物你都可以頂到三四十日，但你沒有水你不可以頂到三四十日的，你頂籠是頂到一個星期的，沒有水基本上大部分都死了一個星期，所以變成先考慮就是你的背囊一定要 有水，這些使到能夠有乾淨的水。第二當然就是一些朱古力、一些防水包裝的這些 power bar 或者朱古力、這一類的食品，因為朱古力是最短時間可以使到你有翻熱量啊，不會凍死啊，啊唔會即係濕温啊個身體啊，無論係浸喺水裏邊啊，或者無論喺山間野嶺瞓通宵啊，一塊嘅朱古力都係好重要嘅，因為你唔係下下都可以有煤有炭俾你可以燒噶嘛，係咪？咁而呢兩樣嘢可以話係最重要嘅，即係水同埋食物，其他咧就係一啲非常之輕嘅，無論生火工具啊、露營工具啊。去露營的能夠去使到你點火啊，或者甚至可以俾你露營去瞓覺啊，呢一啲嘅設施啦。嗱，呢啲嘅物品咧，其實你會睇到咧，其實最好就係你先係可以預先係裝喺你個背囊裏邊嘅。咁而事實上，你個背囊最重要、最好使到佢能夠防水之外咧，你個背囊能夠浮水係好重要。即係換句話講，你個背囊係已經係個救生衣嚟噶啦嚇。咁就係當你將呢啲嘢擠入去之前咧，揾一個大嘅、好厚嘅、好難穿嘅黑色嘅膠袋咧，係將呢啲嘅物件擺入去，然後打咗個棘，打個棘係一個唔漏氣嘅棘咧。咁當你個背囊一掂水嘅時候，唔單止裏邊嘅衣物唔會濕，並且呢個背囊會變成一個乜嘢？一個水泡。咁呢個係一啲嘅智慧咧，使到你唔需要話，當你一遇到水患嘅時候，或者過河，你要放棄咗個背囊啊。因為濕了水之後仲重過你個人，係咪？但係而家用呢個方法咧，無論你濕咗水之後咧，啲水第一入唔到裏邊嘅衫同埋用品啦，第二最主要佢可以做個水泡咧，甚至可以幫你借力。而一離開水之後，佢又因為唔濕水咧，佢個重量唔會重好多。嗱，呢啲嘅小智慧咧，其實係好幫助到你嘅。咁而事實上，個背囊裏邊仲有啲乜嘢係需要咧？咁其實我相信，當你聽完呢一個嘅災災區水盤之後咧，你可以上網去睇嚇，因為呢個我冇可能喺度。
用十分鐘或者用七日的時間，只是七十分鐘去講應該七個鐘你應該要學的東西，裡面可能要有一些小刀啊、火石啊、一些不會怕濕的火柴啊，裡面有一些小小的這些我們所講的火箭爐啊，小小的這些蠟可以去點火啊，一些的熒光棒啊，即每一樣他們都有他們特別的用途啊，每一樣都有他們特別的你要購買的一些的智慧或者用的時候一些的智慧。嗱，呢啲咧其實係應該你上網去用嘅，因為呢個點解我會識咧？因為好簡單，因為我就如我所講，我成日去 cam 嘅。OK， 我 cam 由個人至到群體，到個階段去到即係直情冇人會做過嘅級數咧，我哋都會去做，我哋都會做實驗，我哋都會去試。我哋試過直情喺野外當中發電啊、水利啊，喺野外當中揾食物啊，都試過啦嚇。我哋試過直情，我哋有一餐全部就係大家一齊潛水落去咧。去捉呢啲嘅海膽啊，捉呢一啲嘅沙叉啊，捉呢一啲嘅青口啊，捉呢一啲成尺長嘅、成尺闊嘅蟹啊，去食啊！即係我哋各樣都試過，我哋試過直情掟啲油鋸籠去浸油鋸啊，我哋試過去掟啲魚籠去捉魚啊，我哋試過直情喺海度落網啊，係好似啲漁民咁去網啊！所以我知道我而家講俾你聽嘅每一樣嘢，我係遠遠超過你想象嘅，做過更加複雜、更加詳細嘅實驗。我哋自己帶橡皮艇去，我哋自己揾全職去考船牌，去揸呢啲嘅橡皮艇去望魚啊，去潛水啊，我哋都做過嚇。我哋自己試過製造啲打氧氣機，好似微水同人咁，我哋自己行落水底喺水底行啊，我哋都試過嚇。我哋就好似人哋咁樣，我哋直情攞帶曬氣樽落去潛水啊，成班潛水，一箱箱嘅沙蟲拎上嚟去食都試過嚇。所以野外求生呢啲嘅智慧，我真系试过，我真系知嘅吓。但系问题咧，喺咁多当中，我发觉翻到最尾咧，就系话你有咁多资源，你可以做到咁。但系问题喺里边，我亦知道就系话咧，原来有啲好简单、好重要嘅呢一啲嘅智慧，呢啲嘅工具咧，其实你系买得到嘅。所以你变咗孭住喺身边嘅背囊咧，系好重要嘅，系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里面有好多嘅方向，咁所以变咗咧。是需要你自己在網上咧，喺呢一方面咧作出研究嘅嚇。咁所以變咗排第一咧，就係話你個背囊係決定到你嘅生存機會率係幾多嘅。彼得後書第三章第十一至到第十二節，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們為人該當怎樣聖潔，怎樣敬潔，切切仰望神嘅日子來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用我快跑的跟随，在天路奔往前去，你的恩惠必伴随。前路若困险，倘会遇冷风，请你和我一起进退。茫茫夜深，我未迷失，身心未憔悴，因你是我一生依据。红红日光照耀前方，路程越明朗，因你和我结伴前去。